青椒而已吧，绝对不可以偏食哦。好，我要去买东西了。嗯，真是个没用的秘书盆。所以昨天就吃青椒啊，真是糟透了呢。够了吧，你不要一天到晚抱怨你们家的事给大家听啦。对了，今天要玩什么好呢？谁都不能走的捉迷藏好吗？那有什么好玩的？我心想游戏呢。躲猫猫呢。哇，好主意。不过阿呆在哪里啊？听到声音却看不到人，简直就像放屁一样嘛。嗯，秘书 APP 真的好方便哦，下次一定要请他帮我找到联谊的对象。可以提供协助，不过还是要靠自己努力。是啊，你回来了，大螃蟹，再背一次。壁橱里变得好整齐哦。我照秘书 APP 说的去做，就轻松完成了。小鬼在哭了，妈妈，我想让婴儿停止哭泣，该怎么做呢？把报纸的传单拿给他吗？小鬼，你看，问秘书艾格果然不会错哎。妈妈，我的点心呢？今天的点心吃什么比较好呢？我都忘了耶，哎呀，居然都知道。真是的，不要什么事情都问秘书本人。来，我比较想吃小饼干冰。不可以，要照 APP 说的做才行。我不要。不可以任性哦。今天晚餐要煮什么好呢？来做炒青菜吧。真是好主意。可恶的秘书本，一定又想叫我吃青椒对吧？已经连续两天煮青椒了，我绝对不会答应的。叫我这么做的。秘书，请你告诉我，原来的部长跟新来的部长，我要听哪一个比较好啊？听哪一个都不好，建议你干脆辞职比较好。这样啊，好吧。牛仔裤跟洋装，买哪个比较好？买洋装吧。我应该要搬去哪里比较好呢？理发城市的福州附近如何？好。这个合约可以成功吗？那两位其实蛋糕的店里哪个比较好？佐藤九日堂和车站前的超市，去哪一家买比较好呢？去车站前的超市买吧，今天的青椒也在特卖。也对，我才不要去呢。不可以，要照艾克说的去做才行。不要。要。